记录第一次在日本做核酸检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kyo Miso。现在 Miso 去的地方呢是医院，因为 Miso 所在的工作单位的总部也出现了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所以公司通知大家都去做一下核酸检测。现在做核酸检测的步骤是自己先去打电话到医院或者是诊所预约，之后诊所告诉你自己说是要准备一个信封，里头放上自己的保险证的复印件和2000日元就可以了。医所原本以为在医院的时候，医生会问一些很比较细的问题，比方说在哪里感染的，或者出现什么症状啊，完全没有，直接告诉你什么时候有空的时间，然后就过来就行了。所以就到了这个诊所的眼前，这边叫 Medica， 然后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这个保险 PCR 检查是在医院。在医院，欢迎出去吧。自线检查完，从这个门节点出来了。就找到一直在流鼻涕，整个检查的过程特别快，是在诊所外面的一个临时的场所里头，进去之后把你的保险证的复印件和2000日元交给医生之后，会有个远程的简单的问诊，就问一下身体状况，再填一个问诊表之后呢，进入到检查，医生会拿一个很长的报警器的插在你的口之后就结束了。觉得自己有症状的在日本的小朋友可以参考，然后过来做一下检查，不能在外大家都保护好自己哦。